人都想問 ATMX 入面，即係如果部署係咪你最睇好都係700咧 ？ATMX 係嘅，相對上啦，因為我最唔中意咧，坦白講係美團嘅，即係而家好多人都唔中意佢。大家最近唔中意佢啫，我唔中意佢係由200蚊開始都唔中意佢啦。因為第一就係、是、先唔好講焚書坑儒啲事件先啦，我唔評論啦。但係佢本身因為而家要做社區團購咧，基本上係未來幾季咧都係蝕錢嘅。第二佢估值係非常貴嘅，咁已經係將貴嘅嘢唔代表唔升，但係貴嘅嘢代表住咧已經將未來諗得太好，亦都將呢個未來自然得太早。咁所以只要市況有啲波動啦，增長不如預期啦，佢嘅下跌空間可以好大。咁當然你話你而家先講，我不嬲都咁講㗎啦。所以美團我係絕對淡咩咁快啦。如果你話真係陰謀論咁，而家好似同阿爺關係麻麻地喎，你除咗二選一有機會罰你之外，你個社區團購舊年11月罰咗你㗎啦。而家真係有排罰你喎，所以我唔爭論就係佢仲有幾多嘅下跌空間，但係起碼佢要大升，我覺得非常困難。咁所以暫時嚟計 ，ATMXJ 啦，我諗阿里冇乜壞消息嘅話咧，其實你見到咧佢個股價個壓力就唔係好大，即係220蚊附近都有啲支持㗎啦。咁啊今日衰啲，可能跌多少少，可能215。咁所以相對上咧，騰訊啦、阿里咧，我會比較睇好少少，但係都係嗰句啦，你中意成個行業又唔想去買某一隻嘅話咧 ，ETF 講真係其中一個選擇嚟嘅。